然后。哎呦，你怎么讲话呢？你讲规矩啊？我的时段吼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丈人丈母，跟我家阿伯，我的叔叔阿婶，吼，足感谢恁今日陪我吼，那个我这个秀才阿姨邀请，做伙来遮相聚，吼，啊今日虽然我含进入的代志，啊婚姻已经圆满。哎妈，今日真正做感谢，好感谢你，你啊，再一次啦，我的祝福啊，然后最后我进入还是非常欢喜啊，然后我要奖赏一个哈，奖杯奖哈，阿芳哎，来，我做只奖杯奖好唔好？在此啊，甲各位时段，然后向各位请先一鞠躬，啊，赶紧进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啊，所以谢谢，谢谢，爸爸妈妈，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。好啦，啊，你两个交杯酒。哦，来啦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小心点。非常欢喜来参加这个餐会哈，诶，我伫咧做牛肉做豆腐，我唔知影，我们来吃吃饭，这个环境还是不错，真正袂歹的所在。啊，你实际啦，啊，舒服啊，我若知这场所有遮好，恁福利就较少有啊。我看来真近捌来过啊，所以伊长头通袂歹啊，但是我以前我唔捌来，我唔捌来，真正我唔捌来啊，这个场所真非常赞。啊，因为阮是有咱伫外地来吼，来遮实习，咱遮好朋友，包括就是业家观点吼，啊，所以感觉到拢真温暖啦吼。啊，今日上重要的重点就是吼，咱双方的这个婚书吼都非常的圆满，啊也很高兴吼，啊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快乐。啊，咱也拢分享因的这个喜悦的这种幸福的感觉啦吼。因为阮迄个，阮金山啊，要做阿公啊，这你会武功啊，这是真的，真正的。所以我看伊最近心情拢非常的快乐，啊，是啊，很快哈。非常欢喜阿兰的，阿兰的亲家亲嘛是啊，非常的欢喜啦哈。当然，这个咱双方两个。你奇怪，那有两个门啊，那有出来，不然啊，准备生活穷人，我那比无。我叫出来，你也出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不要客气啊。对啦，阿姨，因为阮拢是，因为吼，阮拢是这过程当中，阮拢是默默的祝福啦，啊，拢是去甲因祝福啦，啊，这大家有这个缘分，然后所以。大家就是这个默契底下的聚餐哈，啊，感觉也真喜乐哈，啊，咱来恭喜咱这一对新人，啊，能够永浴爱河。Oh,
Yeah.
七七